子琼在今年上半年凭借《妈的多重宇宙》拿下奥斯卡小金人奖杯，成为首位华人影后。事业得意的她也在七月底和爱情长跑多年的男友、前任法拉利总裁尚陶德结婚。日前，两人回到马来西亚，在邦格岛补办婚礼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杨子琼穿的礼服、婚宴邀请函、场地的花艺布置，甚至是伴手礼，均出自台湾品牌夏姿琛。据悉，品牌创办人陈彩霞与杨子琼是多年好友，因此为她精心打造了两套礼服，其中粉色的全手工蕾丝礼服以海岸婚礼为灵感，闪耀着淡雅的金葱光临，展现女人优雅迷人的一面。另一套兰花刺绣结婚礼服则采用了杨子琼最爱的绿色，并以全手工刺绣描绘出兰花与凤蝶的图腾，象征杨子琼的坚毅与柔情。绝美礼服背后的用意让网友们赞叹不已，也纷纷留言恭喜这对新婚夫妇，祝福他们永远幸福。